高高，台湾是这台湾主体课纲推行的哦，啊是咱今仔今仔日要直接到部门口要调开这个记者会呢，啊咱知影伫这个旧年吼，到部有发动这个课纲回调，啊课纲回调，这已经是现在完成式啊吼，啊目前啊个有一个诶一挂老师、教授、学者搁等待扩增吼。啊但是呢，这趴会还没算，另外这趴会就是12年国教的这个总纲制定。课纲微调的当中呢，有这个中国派的这个学者，吼、哦，大概是较早就是这个王小波以及这个贾段，吼、哦。啊，这本12年国教的这个总纲，哦，伊内底有一挂领域的这个纲目召集人，吼、哦，其中这个社会科。社会领域的这个召集人呢，哦，就是咱的这个新闻稿内底收下的这个孙若愚。孙若愚是啥物头衔？哦，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也就是讲，伊政治人共同的这个背景，拢是这个统派、统派的这个学者，所以呢，代表教育部微调课纲。都无搞，还要继续呢，要复制贴上，也就是呢，把高中微调课纲的这個部分原封不动，要搞复制了，要搞大替咱这门，而且12年国教社会领纲的这個部分，所以今仔日坐坐台牌，我直接要调开这个记者会吼，好，大声，我要来先唱台湾人的这個国歌吼，请各位分开后边吼，来唱这个国歌。咱来唱《台湾最亲》哦，《台湾最亲》，伊在后边拢有吼、哦。好，来起音吼，《台湾最亲》。啊，若无请先开这个新闻稿的后边，哦，这咱的台湾的这个国歌吼、哦，希望林刚这条歌教育部，甲收入去咱的音乐哦，艺术与人文领域内底。哦，咱的台湾这个囝儿孙，台湾老师有机会教出囡仔这么好听的这个歌吼，好、哦，咱坐下来唱吼、哦，台湾最亲，唱两遍吼，太平洋的蓝海边，你的到台湾最亲，大家。我来小概，咱这边有来参加咱遮这个记者会本土社团的代表吼。咱这是这个公道明，这个代表李传信李老师吼。啊，这是大侠张业生张社长吼。啊，这中华勒马吉协会吼，这个代表黄丽辉黄老师。啊，以及咱这个。台湾民族同盟、台湾民族同盟、老中医、老教授吼，还佫有咱这个台湾的马子
协会即个代表陈宏毅陈老师。我记得这是都来新社的这个团长吼，啊赖方正，谢谢。好，啊咱即点咧，吼，咱要来演一个这个行动剧。这个行动剧咧，要向各位媒体记者小戴确定票后手吼，教育部会安怎制定这个总纲？我透过这个简单的这个行动剧吼，媒体记者用上较紧的速度吼，互你查讲伊安怎演出吼。演出这个演员，吼、哦，咱的吴淑华，以及呢，这个通牌大将王小波，以及呢最近的北瓜，吼、哦，啊，和这个中国政府三个国牌这个新奇，啊，新奇的背景小概伫这后边吼、哦，以及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吼、哦，好，咱直接就请咱来看一出连续剧，吼、哦。来救你们的！来救你们的！大家好，我是高中生，你嘛高中生，啊，我两个你看课本，奇怪，我即马这新编的课本，他们迄旧的课本哪会无共款？我来甲看卖者，你也借我看者，奇怪，迄内底哦，字字笔含白色恐怖的物件，哪会拢含中国牵做伙？啊，咱若含伊无关联啊，迄字字笔含台湾白色恐怖，是咱台湾家己的历史呢？奇怪，啊是虾米人啊呢？乌白甲牵含中国牵做伙，是啥啊？就是伊。即个？哦，吴思华。哦，原来是即个哦。啊，佮有虾米人？啊，有讲即个人有啊。是嘞，哦，这个王小波泼摸，哦，原来是因两个白目啊，哦，把咱的课本乌白改改来改去。嘿，你讲到王小波吼、哦，我想起一件代志哦，这个、王小波吼、哦、有讲两句话吼、哦，互感觉足受气的哦。嗯，你敢知影这两句话？哇塞！第一句吼、哦，伊就是有讲哦，伊讲字字笔吼，害两万的台湾人吼、哦、是小 case 啊。阿哥派到伊家的人当然小 case 啦。我派到伊家的人当然小 case 啊。阿公哦，伊讲讲哦，伊讲吼，伊讲啥物啊？对，伊讲吼，恁家的台湾人哦，拢是奴才。嗯，伊则是奴才。对啊，因这两个吼合起来吼，要甲咱的课本学袂改。啊，不过我想讲吼。伊吼，两个后壁吼，一定有搁一个乌手伫后壁。无我如果看卖去。哦，你要 Google 看卖啊？哦，你查看卖。你即马网络哦，足开咧。啥物人？哎呦，妖修。啥物人？即个是啥物人？即个啊，即个是中国统战部的中尉啦。啊，中国统战部的，我看卖。新奇我是捌听过，我听过新奇是伊一人，哈哈，我看觅，哦，吴新奇，哈、啊，原来这个就是中国的统治部门哦，哈、啊，你看咱这个中共政府，啊，咱吼放这个中国的统治部门的人，啊，人给咱改课本，啊，透过改课本吼，给咱台湾学生啊，台湾囡仔洗脑，啊，你有够可恶的呢。啊，不过吼，我前两天吼，有谷歌到一个消息咯。什么消息？就是啊。你讲声较大声的啦。这唔能讲伤大声，就是啊。哦，迄应该。应该什么话？你有听到？我再讲一摆，就是啊，这个中国的迄统战部门的心情，买官被抓。应该中拒绝中国殖民总纲，支持台湾主体总纲。好，后手这出戏安怎搬，咱阁唔知啊。哦，还有续集嘿。好，咱这点的，咱听这个各社团这个。
代表来致辞吼，代先咱请这个北社这个社长张业生张社长。感谢，咱今日伫遮吼，咱就是要抗议教育部吼，咱这个十二年国教，咱需要有一个台湾主体性、台湾国家主体性的这个课纲，咱不爱中国殖民的课纲吼，咱嘛不爱参就大家课纲微调的迄、那个吼去哦。白色恐怖去二二八的扣课纲，好，咱知影讲，咱这个新时吼，伊较早就是咧主导讲，哦，搞台独的人没有好下场，所以呢，哦，与咱的陈总统，甲咱吼，啊，甲马英九吼，咱联合甲伊关，啊，关到即嘛，哦，总统健康已经不成人样啊，然后，所以咱知影讲，哦，咱台湾的课纲应该咱台湾人爱来主导咱，吼，咱绝对不爱吼，吼中国人，不爱尤其不爱吼新时即家吼。台湾独立的这帮人来主导、哦、所以咱今日伫教育部遮，咱严正的抗议吼，咱、哦、台湾人一定要哦，站起来吼，一定要坚强起来吼，团结起来，谢谢。咱感谢张社长吼，啊，煞者咱遮台湾民族同盟老中医老教授吼，啊，多谢建林吼，把这个示威了吼。我想，这种思想的控制是所有的独裁政权拢想要做的代志。今仔日的台湾，就是伫即个假的中华民国之下，是由少数人咧统治多数的人，无到三趴身的赤那人，就讲这个人伫台湾住遮尔啊久，从1949年到遮。在台湾住遮久，到即马还阁讲因是中国人，虽然因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因讲因是中国人，也要骗讲咱是中国人。这个人无到三趴身，在因内底有政治权利的也无超过3000个，这3000个在吞达占90%的台湾人，就讲台湾人今仔日在台湾占要90%，这毋是台湾人。掌握伫这个假中华民国的政治权力内底，占要到65%到90%。你讲是安那？伫台湾会当容忍3%的人占这个社会65%到90%的政治权力？啊，你甲看这个人呢？这个人拢敢骗讲因外高，马英九什么叫做哈佛大学毕业的？你来去看伊论文，你就知，连英语都袂用写。所以你才会知影讲，是安那才伊打起来做总统的时阵，外国的记者若来，伊就假敖要用英语甲人讲，讲了的结果呢，逐届都讲人听唔对，逐届都讲人写唔对，是安那才会安尼？啊，外国记者、外国的报社，人咧访问的时阵拢有录音啦，人倒转去看，听录音听会讲，最后结果拢是讲安那，无唔对啊，这就是你讲的啊。这是安怎？你讲一个哈佛大学毕业，不是表示伊足牛。哈佛大学有两种人，有两种学生，一种是足好的，伫每一个高中内底，拢来前5名才会当入去。迄个人成绩足好，头脑足好。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一个独裁国家，为着要骗人民，利用咱台湾人的钱去关乎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就会给伊名额，啊，然后呢，伊甲送因的人去哈佛大学，因为伊想讲要骗一般的老百姓，要有正高的学位，所以用安尼用咱台湾人的钱去买一个学位。你若去看伊论文，1200几个英语的错误，迄个时阵无 computer， 所以拍错字袂用家己改，所以1200几个错误，迄种人。今仔日你甲看伊做总统了，老西马，国际认证的老西马，这个人就是统治咱台湾的人。你甲看迄个号做啥物咧？甲阿帕奇当作佚佗物啊？迄个是啥货？刚高中就读未毕业啦，刚高中读未毕业，但因老爸是将官，所以伊就有法度通领队去美国受训。所以伊就有一个资格，讲好，我是美国受训倒转来，就会当做甲到
一个算作真特殊的飞行中队的副队长，啊，结果是咧创啥？甲迄顶无啊，伫个世界 party 啦，世界咧罢免啦，甲一只咱的足重要的战斗的直升机当作石头面啊，咧互一挂歌星，互一挂贵妇佚佗。喂，这就是今仔日咱面临台湾的问题，一挂只的少数请来的官贵，统治大多数的台湾人，互台湾变到这尔凄惨，互台湾强强要叫中国并吞去。啊，因要啊维持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因来透过洗脑，所以伫像勇将的时代，因是绝对控制这教育。伫李登辉、伫陈水扁的时代，因是台湾人，伫因有限的权力内底，互台湾某种程度的自由化，所以干那小可较讲一寡台湾的历史安尼尔尔。结果你甲看伊个效果，台湾青年的角色，所以才有去年三一八这种的大规模青年人的角色，要保护家己的台湾，要保护台湾袂向中国并吞。所以才会少数人这么着急，伊知影讲来去倒转去控制台湾的教育，爱甲台湾的历史给抹消，所以爱甲二二八爱给抹消。爱甲台湾事件爱抹消，食真济台湾的民族英雄拢作为历史抹消，干那伊藏一挂只奇奇怪怪，干那台湾人无关系的代志，这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这是今仔日是安那才会有这种物啊走出来，所以我想，咱台湾人无论如何，一定要反对到底，反对这种用中国意识要来控制台湾人。要来甲台湾人洗脑，要甲台湾青年洗脑，咱一定要反抗这個。当然，较重要的，咱台湾人家己爱伫这個社会内底，宣扬台湾民族主义，用台湾民族主义去对抗因遮的用中华民族主义，要来甲洗脑，要来甲并吞，要来甲吞打，这才是咱会当解决的代志。要解决这个问题，干那一项？就是要推翻现在这个假中华民国，建立咱台湾人的家己的国家，安尼咱就无这个问题啦。这个问题是一个无正常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是袂当接受的，一定要给铲除掉的。多谢大家。咱感谢老中医老教授吼，其实马英九总统伊是读洗脑课纲大汉的，所以当然也爱杀这个洗脑课纲嘛。啊！李登辉前总统，伊是主张台湾爱民主嘛，爱自由嘛，啊，所以杀的东西啥？台湾主体课纲嘛，啊，迄当阵要选的时候，李登辉总统问讲马英九是啥物人，各位真清楚。伊讲小泽夫伊嘛是即个台湾人，咱特别甲检验马英九总统，你小泽夫是毋是台湾人？你若准若是的话，你著坐伫台湾即个主体即个课纲吼。好，这点咱来邀请公道名的这个代表李传行李老师。在座咱这的媒体记者朋友，啊，社团代表，啊，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今日伫教育部头前，啊，举办台湾主体这个课纲重要性，啊，咱嘛真清楚。啊，拄仔讲王小波，伊讲到。李八事件，台湾人两万个是小 case， 代表伊是无人性。但是咱嘛知影，王小波是啥物背景出身的？因老爸是国民党的中将，因老母是中国的时阵是共产党，共产党渗透到国民党的军队内底，敢是因老爸？因老母敢是老爸？未来台湾的时阵。红发现到，为啥因老母死在国民党的枪下？这款背景当然已经同情共产党，但是咱真烦恼就是讲，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马英九，既然会认同王小波这帮人的想法，咱就无得理解。台湾人真清楚，咱咧学物件。当然就是台湾地理、历史、文化等等。你若无台湾认同，你哪有可能
要求全世界人、全世界国家，讲来认同台湾，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但是这帮人，包括王小波、吴思旺，包括什么谢大林、丁丁这些人，实际上拢是极统派，拢是极统派。阿麦叫真急，今麦过去，杜正成部长进前编认识台湾课本内底，伊来台湾认同台湾。阿扁啊，总统八年中央内底尽量用台湾的主体来做教育，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阿麦叫上场了的时阵，伊认为讲伊这做法拢合乎宪法，合乎一中原则。合乎一个中华民国的原则，原因就是讲，咱所有的课本、文部法令内底，拢文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但是伫台湾，经过这边的修宪，了的时阵，即卖目前中华民国宪法174条，无任何一条内部独条，拢是增修条文。啊，咱嘛知影。这部宪法是中国制定的，因为1949年10月7日，伊当时中国共产党打败中国国民党了的时阵，伊当时毛泽东伫天安门内底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废除中华民国宪法。但是真可惜，这部宪法被流亡政府带来台湾，咱个即嘛继续来用，所以讲个和宪啊。但是台湾人要安怎？足简单嘞！明年3月16日，我用国民党所立法院全部倒，了时阵举行一个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公投，了时阵台湾真正教育教到主体性，无你在这部宪法立的时阵，永远就是台湾人做奴台，永远就是用这部宪法来洗脑台湾人。所以咱期待大家共同打拼，但是咱嘛真清楚，包括伫台湾的政党，卖个讲，中华民国是咱台湾最大的公约数，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台湾最大公约数，而且咧侮辱台湾人的地位，多谢。感谢这个光道明代表李川信老师吼，李老师讲话足客气，伊讲要执行一中宪法。伊讲的一中宪法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但是王小波伊是要执行的一中宪法，不是 ROC 的宪法，伊是要执行 PRC 的这个宪法，这嘛是一中宪法，吼、哦。所以台湾的这个宪法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王小波呢，伊是要借由中华民国的宪法，伊要偷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所以讲啥和宪和哪一个宪法？王小波出来讲，合法和什么法？和反分裂法啦。安尼听有吗？安尼国有部是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战部门吗？这点，咱来请这个中华罗马籍协会的这个代表吴立辉吴老师，哦，吴老师请等下代表。好，两边都。其实今天在咱的站在这，这拢是因为马英九幕后黑手伫咧操纵这个教育部聘请的这个课纲委员国民党诶主席即马换人啊，可是伊可能是会。也是代表马英九去中国这个主席会哈，代替马习会。这是我要提醒大家哈，咱我想今仔会来遮的啦，咱爱真清楚，咱甲马英九是无共国的人，至少我认为。我是甲马英九无同国的人，但是我非常佩服马英九，佩服伊什么？即马每一工
国大的这个名嘴，甲马英九骂甲实在是，我感觉马英九那是一个正常的人，伊应该得爱卸任啦。是安怎伊会当安尼批评啊，搁伫遐做？我佩服伊，伊就是要完成伊的历史任务哦。伊的历史地位是要创啥？我提醒台湾人哦。中国要统一台湾嘛？啊，这这么简单的道理，经济已经互伊补到差不多啊啦，哦，就是有甲你要甲中国拼啊啦。过来的文化嘛交流甲差不多啊啦。现在伫台湾，中国的这个要来统战的人，伫咱的身边周围，甚至我中华都有人去炒地皮啊啦，买山坡地、啥物田地、厝地拢总有啊啦，所以。最后一里路是什么？就是教育嘛，教育的课纲。最近真侪老师拢讲也无问题啊啦，十三关制拢无要用这个新的课纲啊啦。但是我提醒大家，课纲微调，干啦微调着高中公民、高中历史，但是一个较大的这个。这个企图心在倒，伊一定伫明年三月进前，伊会甲总纲。总纲是什么？总纲就是为国小到高中，每一科每一年有一个课纲，但是这是总纲咧规划的。所以伊即马伊一定用课纲微调同样的手法，去甲这个总纲制定好，明年。在新的总统就任之前，一定就是来公告，来继承事实，规个为国小到高中的教育，甲你改造，恢复以前，我们都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是安尼去台湾化。所以咱一定爱会记哩，这个总统是甲咱无共国的总统，所以大家一定爱有这个心理准备。在我们的身边，若是有人在做迫害台湾、心向中国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互相的提醒，尤其你要开学了，我们的孩子的教育的课本，我们要拿来看、因为这最简单的，为学校、开始，为我们的孩子幼苗开始给你洗脑，以后伊就变作甲咱无共讲，伊就心向中国，就是遮尼简单尔。好，以上甲大家报告，感谢。感谢马老师说明这个十二年国教总纲吼，课纲微调是简单微调高中诶，十二年总纲咧，国小、国中、大这个高中，伊要做一群来解决。一边处理一项，伤过废气，规块关起来，肉粽就要到啊！规块关起来，安尼做较顺心。主席会做内容去中国要创啥？伊要炸这个啥？划出内去。习近平要甲问啥？要甲搞透什么代志？恁这项杀了什么款的程度？他问一下进度推展到哪里？台湾人有出来反抗无？台湾人出来反抗，中国国民党你要安怎处理？王小波人欺负，朱立伦你要安怎处理？啊，王小波也倒去，还有第二个王小波要再出来啊！第二个王小波是谁？孙若仪啊！啊，孙若仪换掉要换什么啦？再换谢大你吗？谢大你换掉该换什么啦？换张亚洲吗？我看干脆中国接掌比较快。好、哦，咱这点来请台湾罗马字这个协会这个代表陈鸿飞陈老师，好、哦，陈老师请。虽然台湾罗马字协会表面上看是一个推广台湾各种文母语的一个文化团体，但是阮长期以来拢关心上界基本的这个教育问题，因为中国是民政权来到台湾。彻底实施国语政策，彻底把市民性的教育传播的政策实施伫各所在。
对电视到电影到报纸到所有的媒体，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即马愈来愈厉害，搁要对咱的十二年国教这足关键的课纲来处理，总纲来处理，真正是要把台湾人真彻底来变中国人的一个足大的工程。所以伫遮，台湾罗马尼亚会甲尾基社团拢共款，甲遮的所有的爱护台湾、台湾意识的社团徛做伙。对阮的这个声明内底，其中有讲到讲，叫什么政府主席公开发，遮的会议的这记录，也是讲出席者这名，拢无应该用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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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来代替。讲实在，这是一个足细的问题啦。就算讲今日伊把名拢写起哩，黄小波啥物人拢总写起哩，伊反正不管明的暗的，伊拢要来。所以伫遮，咱来遮足严。正的一个呼吁，台湾所有的人民拢爱注意这个教育的议题，这不是干那甲囡仔有关系，甲咱未来的社会，甲咱明年的文明拢有足大的关系，明年足关键的。而且呼吁大家做伙来对抗这款中国殖民式的教育的这个大工程继续实施落去。以上。好了，感谢老师哈。课纲微调，哦，已经做到要差不多啊，但十二年总纲才拄拄要做呢吼，所以咱要两早甲冻好掉。这点请独台新销赖方征，吼、哦，请。各位大家好吼，咱要做台湾国的主人吼，就要用行动吼来教我度解决吼，殖民体制对咱吼的施压吼，啊对咱的迫害吼。独台新社一向就是用行动吼、哦，来要拒绝殖民啊，即拒绝殖民吼、哦，伫即个遮吼，独台新社的宗旨吼、哦，伫即领衫拢有吼、哦。第一就是终结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第二就是在拒绝殖民吼、哦。啊，咱伫要拒绝殖民呢，伫咱生活当中有真济国民党给咱的即毒素、即物件，咱都爱甲提掉吼、哦。啊，伊即马要用新的毒要来给咱的囡仔食。啊，咱就爱来个拒绝，所以唔是干那讲老师出来拒绝，所有的家长嘛爱来拒绝，老师伫学校唔通将这毒素来灌输哦，咱台湾的囡仔，哦，啊，这个是根本的解决的办法，哦，啊，伊有法度，咱嘛有法度，对无？台湾人遐侪人，哦，就是爱爬起，哦，甲反抗，一定爱甲反抗，无反抗，殖民体制继续安尼，那么台湾是真久啊，啊，台湾拢伫遐讲啊，无法度，台湾人敢真是无法度吗？袂使无法度，咱一定要变个反抗哦。所以讲四月二八哦，就是旧金山合约生效的一天，台湾会当建立一个家己的国家。但是咱早前咱的祖先无法度建立哦，因为中国国民党来用枪哦，用这個军队啊来敢施压哦，敢殖民，敢台哦，敢迄个真济咱的祖先哦，无迄个勇气。但是咱即马有这环境，四月二八，咱大家来开刀吼。哦，咱有申请一个开导的迄个机会吼、哦，就是要来问马英九，台湾人够受欢迎出卖台湾，那无是安怎哩？因故啥物话来出卖台湾？哦，台湾人四月二八下晡两点，哦，咱来开导集合，哦，来去问马英九，哦，啊，咱即来遮课纲微调，那殖民体制甲按落掉，都无遮个问题啊嘛，对无？哦，所以殖民体制哦，啊，爱按落掉，哦，这是咱。独台新社一向的主张，多谢。哎，咱感谢独台新社赖方征先生的这个发言吼。是啊啦，要呼吁教育部制定台湾主体课纲。去年这个时阵，咱隔壁是欢迎你创啊，反服贸对无？是啊，反服贸，引领非法，啊，搁这个陈伟霆，搁侪侪。即、这个对台湾痛心，或者学生囡仔，因感觉讲政府要做歹代志，无照合法的即个程序来处理即个服贸即个议题，因是读什么课纲大汉的？台湾主体课纲。各位媒体先生、小姐，恁着知影，台湾主体课纲，若煞有法度，恁非法是打破，搁打破，搁打破。N 次方，但是呢，中国主体课纲内倒并管，
王小波，王小波，王小波，中国通政部门已经讲得足清楚啊，入岛、入户、入心，入岛、入户、入心、入脑，服贸是一项，教科书就是入岛、入户、入心，上重要这个部分，要按入岛、入户、入心，林飞白会当抗议，但是呢？那透过国家合法的这个教科书来控制，安尼伊要做唔是阁如何做吗？所以林飞凡伊会站出来，陈伟霆会站出来，足侪大学生伊会站出来，但是中，但是是若中国殖民总纲这号落了后，人伊想要站，但是伊的头脑底物件拢底啥？拢底中国人的这个物件，吼、哦，所以拢惊看拢惊这个数据吼，第一项。特岗委员不有统派学者，你家在几处要求教育部撤换孙若仪委员，撤换孙若仪委员。第二，依据政府资讯公开法公开特岗委员名单和会议记录，特岗微调，这个大宽会有拍法律诉讼，但是咧教育部今麦要上诉，上诉了呢，他就有理由不公开。所以继续打这个法律的这个烂仗，要打要打到什么时阵？如果打到这个二审的话，又是教育部又失败，他还可以再怎么样？一个凶手啊，啊换移交档案啦，伊就拖到什么时阵？课纲规条早都已经过啊，那个版本会往上。12年国教的总纲，打法律战，啊对中国的信守，逃鬼新的鬼。已经翻查立早成功啊！伊用安尼停书要达成伊这个目标。第三项，制定台湾主体课纲，所以阮要求伊之前制定的迄微调课纲拢无效，伊的程序不合法，服贸嘛是因为程序不合法，所以三分钟还搁伫遐咧拍，还搁伫遐咧奋斗，三分钟搁无够，伊要变到一分钟，伊还搁伫遐奋斗中。所以昨昏足侪公民团体又搁去遐咧争，就是安尼。第四项。2016年六月六号这个公布，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如果他在3月公布的话，这是送给习近平最好的这个礼物。马英九的历史定位就是定位在这个，服贸可以未失败，把服贸可以压未过，但是这样的这个工程的教育生活工程啊过呢？马英九的历史定位，习近平会给他很高的评价。因为他确实执行入岛、入户、入心，非常的成功。课纲微调用多久的时间？去年才督导微调过，现在国语老师要选册，八月份、9月份，囡仔就要读啊。明年的就开始考试啊。所以这个动作，咱一定要来做吼，咱一定要来做。啊，这点呢，媒体记者先生。刚有问题要问的，我来来画这个考核哈。好，老师补充。好，我补充一下。台湾吼，咱讲起来是真可怜。你看这张地图，一个小学课本内底地图，台湾和中国大陆拢同款是，你阿无同国家，就是其他国家。代表什么意思？台湾就是中国人嘛，对细汉开始就教咱讲台湾是中国的时阵，台湾人哪有可能自主呢？是毋是？咱即摆恁大家想看卖，地球以内底所有地球以内底，台湾拢和中国合作伙，你才有可能建造一个台湾主体的教育、台湾主体的思想呢？咱伫台湾变得较好住哦，伫台湾界定的地球仪。拢是即款的时阵，这是什么意思？就统治者，那个台湾真清楚，透过教育，透过任何一个手段，真紧要把台湾送给中国嘛？多谢。好，即点咧，咱煞只邀请去年即个反服贸的即个运动的时阵咧，哦，即个九空八赖富荣。这个先生，伊走去把这个扛棒啊拆落，吼、哦，咱即马邀请伊来讲。
各位大家好，台湾主人大家好，啊，阮社长好哦，大家好。因为我讲只旧年吼，我捌来遮弄几啊届，包括你讲把台湾国黄金金嘛来，阮遮放炮啊，包括我啊，迄、那个啊，即个议员黄世坚，阮也捌来。即等于着教育部，就是叫做中华人民国共和国中华人民啦，诶，迄个卫生部，哦，即款个就是毋是按。不是按家按台湾人的教育部，这扛包啊来直拆，因为我拆扛包我做内行啊啦。我讲西，但是还悬，但是按咱台湾人啊，集这力量，因这个比你食都较严重啦，你知未啊？因为我喊你讲话，因为吼、哦、我是较用行动的啦，我较无你讲这个，这是按你下代家家孙孙哦的代志，就是按这代人未使，这未使学袂，这历史未使学袂介绍。哦，爱来号召，因为咱台湾独派人足济啦，所以讲爱结合力量。哦，我讲啊你，哦，伊也是要一日来，啊伊迄个也要来，逐个来，干脆就拢种社团，拢都招招来，来十位，我看要用什么方法，伊就动摇了呀。人愈济，伊就愈惊。我阿爷嘛少，来三毛伊就买落来。哦，啊后摆后摆，俺就爱过来平，哦，平个有门开开，哦，俺就看小小的来几排，迄教育部是俺来。不是迄个中国国民党诶，哦，你也知个吼、哦，啊，即摕安着安若只今仔安着开始诶，小认识一下，看要怎样啊？包括只社团，阮只北社社长，因只较强，因只用迄个火，因只搏出搏诶吼，因只火引起了啊，阮只卡楼，阮来处理袂紧，即款代志吼，啊，惯势惯势诶啦，台湾人就是，甲阮即款年纪就是啊，以即代交出来做。哦，包括阮同个，哦，阮这是就，阮就是这结合运动个，哦，啊，歹势，我大家囡仔就是足欢喜个，大家，啊，怎啊就是，大家就是即个哦，即个扛棒啊，就上法啦，哦，啊，你若无拿，迄就是伊就是继续就按台湾就去了了，哦，我讲到安哦，谢谢哦，大家，好。好，请问媒体记者有人要迄个提问无？有要无迄个问问题无？好，人无，咱来画考核吼，啊，咱画两本吼，乘以二吼，用台语来画吼。台湾 yes， 台湾 yes， 台湾 no， 台湾 no， 台湾 yes， 台湾 yes， 台湾 no， 台湾 no， 爱透明，爱透明，卖乌相，卖乌相，爱透明，爱透明。卖乌相，卖乌相，爱输台，爱输台，卖输华，卖输华，爱输台，爱输台，卖输华，卖输华，最顶台湾猪腿客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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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知咱发这么大声，教育部内底官员有人要出来回应无？啊是教育部一定在那睡啊，靠工微调的时候，利用八月的时候，在那加班都在做这的事情，又偷走去，本地我们在一个所在班，不知道人家走到哪里去，请教育部的官员出来面对。好，我们请教育部的这个官员不要紧张，好、哦，回应这个民意，我是国教署高中职组的科长，科长李科长，李科长，高中职组，国教署高中职组，对，是，不是李科长，大名，记者问您大名啊，什么名啊？要公开哦。你家哦，我姓李，好木子李，李青青李科长，对。科长，请问第一个诉求，课纲委员要不要统派学者？你认为圈还是差？我今天奉派过来，就是将大家意见带回去。那什么时候会公布？什么？好了，微调吗？是啊，说是。统派学者孙若仪委员，我刚会说他是不是统派委员？
十二年国教课程纲要的发展，现在正在领域纲要的发展阶段。那现在国教院正在进行，那大家的意见我们会把它带回去。你还是没有正面回应啊！我说你，我当然知道你会带回去啊。每次我们来，你都带回去啊。啊，带回去之后，你们还是照做不误啊。所以我问你什么时候会回应啊？你只要给我一个期限，啊，我们什么？哎，如果回应的好，我们就给教育部拍拍手。什么时候回？至少给我们一个 deadline。回应哪一件事？孙若仪委员。我想来，我想故意讲，可能你听无啥，我用单位讲哈。孙若仪委员，伊是毋是通派的这个学者？是毋是？啊，那准是毋是？教育部啥物想要回应？我先说明一下，课程纲要现在在领纲发展阶段。国教院的部分，他们会筹组就是发展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历史科目里面，它就包含中国史，然后台湾史以及世界史。那孙委员的部分，我们有联系国教院，它是属于世界史的部分。那它不是只有单一委员，它是一个委员制，所以今天的意见我今天就可以立刻带回去。各位媒体新生记者，你们听得懂刚刚教育部官员的回应吗？我是问他说什么时候回应。他只要给我一个期限，啊，不要五月底，还是六月底，还是说因为新起这样子之后，教部官员顿时丧失什么领导中枢，不晓得怎么回应，什么时候回应？哎，请示长官之后，你最少你是承办人员，今天既然出来回应，不是说什么都交办长官啊？哎呦，怎么我都拖着去那从长官出来啊？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回应？新奇出来再我们今天就已经有你新闻稿，今天待会就可以给回应。好，那第二个，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第九条，公开课纲委员名单和会议记录，这个可以做到吗？十二年国教总纲的，这个是课纲委条，这不是十二年国教总纲。现在因为还没有做，总纲我现在讲。好，那先跟各位报告，因为现在课纲微调的案子现在在司法程序当中，我们也做了上诉的动作，那后续我们尊重司法的决定。各位媒体先生记者，你听得懂吗？我刚刚问的问题不是讲课纲微调，不是高中的课纲微，我现在讲的是十二年国教总纲，你们现在才刚刚起草的阶段。那要不要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公开课纲委员的名单和会议，就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是不是也是用什么什么圈圈的叉叉的，能不能做到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第九条公布十二年国教总纲的委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课纲委员，公布课纲委员的名单和会议记录。课纲委员的手法还是怎么办？你方面要首先怎么办？我的意见刚刚已经报告完了，就是我们在上诉的程序当中，十二年国教课纲的发展现在在课发领纲在发展阶段，还没有走到课审，所以您所提的在教育部所管的部分是课审部分，所以您做的问题是未来我们会依据上诉的结果来做处理。你违反立法院所做的决议哦，那是不是干脆建议中国党干脆直接把政府资讯公开法给废掉？阿莫，你们公开都只有公开一半，你课纲微调，你要公布什么什么叉圈什么圈圈的，啊，那个部分是属于你们课纲微调。我现在讲是十二年国教总纲，日后如果教育部或者是国教署开会的话，要不要公开课纲委的名单和会议记录？教育部愿不愿意做到？啊，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是不是违法？是不是？要不要做到？请教育部回答。这个公开很简单啊，就公台北市政府为什么把过去十六年来所有的档案都变机密，才有今天所谓的那么多弊案嘛，对不对？对。人民看不下去了嘛，现在要十二年整个总纲，
你整个过程要透明嘛，是不是？按照我们另外通过的资讯公开法，你查你的任何人要接受台湾人民的检验，接受台湾老师的检验嘛，对不对？对。这个不过问吧？不过问。这要求会过问吗？那个特纲说一种荣耀的事情。十二年国教，为什么要把它隐蔽？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是无上的光荣。为什么我要被隐蔽？不要黑瞎，没有隐蔽的必要嘛？那是什么？不要黑瞎，不要黑瞎。其实我们知道，教育部在指导国教，国教没有任何权力啦。我在他们待过嘛。另外，教育部也没有任何权力啦。所以马英九嘛，对不对？对，全部在一手主导了。台北设置所有弊端，不是马英九一手主导了吗？损失国家多少经费啊？损失国家台北市民多少经费啊？台湾人难道真的那么笨吗？很简单的一个，很卑微的，请国教院，请教育部督促国教院。把十二年总纲里面参与的所有的委员记录公布，有困难吗？没有，很简单嘛，请回应一下，谢谢。其实我做一个很简要的报告，这个待会在回应稿里面也会说明。十二年国教特纲的发展，在十二年国教院的专网，他都有将他们目前开会的会议记录有做公告，所以如果关心的各位教授。还有各位现场的所有的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专网里面去了解。那至于课纲微调跟十二年国教总纲，其实刚刚所提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样在尊重我们上述的结果。但是十二年国教目前发展进度都非常清楚，在国教院的网站可以查阅。好。谢谢教育部官员的回应。那我们会认真的去检视，看会不会公布课纲委员的这一个名单，看会不会公布每次的这个会议记录结果。那再请问委员一下，那如果公布的这一个委员的名单还是什么圈圈呢？你是要我们又再去向法院打诉讼吗？如果他回应又是圈圈，这个算是有依据第九条来回应吗？好，已经说明了。好，那我们可能就看着办了。来，第三个，委员赞不赞成制定台湾主体课纲？台湾主体性的说明，在我们待会新闻稿里面也有说明。好了，第四样，教育部瓜迪梅里三位进去就要公布这个十二年国教的这个总纲。他跟什么时候？明年啊，明年三月了。你现在开始制定这个总纲，对，总纲已经公告了，去年公告了。那会是不是领域领纲那部分还会再？领纲会公布嘛，对不对？领纲嘛，那可不可以延后？因为我们知道明年要进行这个总统大选，现在的总统已经进入是看守总统。你从今嘛柯文哲已经嘛就假了，巨蛋到底要拆不拆？那如果一个巨蛋都这么难处理，那十二年国教总纲对台湾哪来够？到时候你们会不会又搞出一个大巨蛋？一定要明年三月公布吗？领纲的部分？这个部分有关课程的发展，它也是一个就是之前政策制定，而且它是专业性的部分。所以您的提的问题，在我的层级我也没有办法回答，谢谢。那你不能回答，那是谁可以回答？好，那我们就看，如果硬要在三月公布的话，如果制定出来就是这个课纲微调2.0版，还是晋级的这个3.0版，要公民都要学这个林飞版。还有这个陈伟霆，杀不过谁啊？等下来到家，杀不过谁啊？等下来到家。去年的这个课纲微调，教育部利用拜六礼拜的时阵，底下的加班，头早个浪岗去。请问你，教育部如果明年那一个课审会
在审定这个领纲的时候，会不会再使出同样的这个戏码，欺骗公民？我们还是会依程序来走，那相关意见我们就带回去。那刚刚所提到那个新闻资讯，我待会我有请同仁准备再给你。所以是依照目前课纲微调的程序咯，是不是又是什么圈圈？然后呢，要人民要再去打这个诉讼战，啊，然后就这样子等一审二审，是不是你们所有的程序是不是这一个？几点回应？几点回应？几点要回应？说明完哈。好。那10:28几点回应？好，咱多谢这个教育部官员的这个回应哈。好，伊嘛足辛苦啦，伊真正有六条权的人哈。现在还在里面要想说要安装这个回应，所以呢，咱哥画一个咱的这个口号，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新闻稿。堂堂后是说中华民国，你看那个地图，台湾、中国大陆旁边都是颜色，滚到越南，你看看这个都是不同颜色，你很清楚嘛，把台湾这边的中国的嘛，有啊，这个怎么教我们小孩子啊？有啊，自己看，如果你这样能通过吗？想想，想想，对不对？你看看这是东京。什么标是什么东西啊？中华民国不能代表台湾。没有，对，没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滚出台湾！台湾是中国的嘛？你那么清楚了？好。好。好。你妈，你妈这情况哈、哦。哎，当。好，所以咱个继续拍拼啊！咱最后画这个，咱个画一遍口号，然后咱来唱。这个台湾吹气，会请问媒体先，媒体记者先生，唔知有问题无？啊，没有啊，那过来画一遍口号哈，来，台湾 yes， 台湾 yes， China no， China no， 台湾 yes， 台湾 yes， China no， China no， 爱透明，爱透明，卖乌箱，卖乌箱，爱透明，爱透明。卖恶修，卖恶修，爱书台，爱书台，卖书华，卖书华，爱书台，爱书台，卖书华，卖书华，这顶台湾出的口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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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直接来唱咱台湾这个国歌，希望的这个教育部官员。认真思考，把这个台湾吹清的这条歌，练练去，咱这个学生的这个音乐教科书里底，让囡仔呢有机会会当唱这么水的这条歌。台湾吹清来，请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吹清。帮同志，独立党要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苏州军兵顶上协助，人类文化世界和平革命，向前贡献。朋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吹气，扎进和我帮同志，建国大业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苏州军兵顶上协助。人类文化世界和平
国民永贞贡献在你。好，咱今仔的这个记者会呢，就到到这，这个结束。啊，感谢这个社团来这站下，啊嘛感谢这个辛苦的这个媒体小姐，啊嘛感谢咱的这个警察先生吼，啊，哦，哎，感谢这个分局长。